大家好，我现在在杭州东站买了一张高铁票，体验一下动3814列车上海虹桥开往莆田。从这里进站检票了，东进站口快检票了，现在需要一路小跑。电梯有个小扣，从这里过来。到达了二层，高铁出发层，这还有出租车，自动售票处，商务座候车区。实名制验票需要在这排队。刚才进站的时候身份证掉了，然后有一个师傅帮我捡到了身份证，我必须答谢他，然后给这位师傅转10元红包作为答谢。师傅一开始不想收，不行，这是我的一份心意，必须得给师傅转过来。好，哎，师傅谢谢。好，这个谢谢这个。我今你打开。哇，今天真的是，哎呦，真的是太谢谢师傅了。我这个心情真的是，我要补问你吗？无与言比。这个我必须得表示一下感谢啊！大家看一下，必须表示一下感谢，还得跟师傅跟那个握手，真的是太谢谢了，太谢谢了。这样我就可以顺利进站了，以后一定要把身份证出门的时候装好。谢谢了，谢谢了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我现在拿着身份证再次从这里进站排队检票，哎，希望我可以早一点进去。哎，进来了，需要一路小跑。我的检票口大概在中间位置。杭州东站也是一个很大的火车站。正好这个时候检票了，快点刷。通过。这次乘坐的是动381次列车上海虹桥，途经嘉善南、嘉兴南、海宁西、临平南、杭州东、余姚北、宁波、宁海、临海、温岭、乐清、温州南、沧海、霞浦、罗源、福州南、福清，最后到达莆田。去找一下我的车厢号，当前是11车。这就是从上海虹桥开过来的和谐号列车，刚刚进站。上车排队中，现在窗口看一下我的座位大致在什么位置上，是在这个位置啊，提前看一下。各位旅客，列车已经到站。动381次列车下午的14:45从上海虹桥始发，晚上的22:12才到福建莆田。对面是地铁，地铁的铁轨是玉道站。钱塘江，
这儿还有一座大桥，下面是公路，上面是轨道交通的19号线，杭州的地铁线路也是非常的复杂。这站是杭州南站，地铁5号线也经过这里。在姑娘桥的那一站就有绍兴地铁1号线，从杭州直达绍兴也特别方便。经过了上虞区，看看这站到哪儿了。经过了余姚北站，下车看一下。哇，我现在又抓你回到车上了。这一站上下车的乘客特别多，已经打铃了，必须要快点进来。这站到达了宁波火车站对面，经典的绿皮火车。在其他的车厢看一看，座位也都满了。餐车总是在第5车厢。前面是第4车厢。第4车厢再往前，这是第3车厢，最前面就是1等座了。这一站下车去换乘到仙居的高铁，前面就是出站口。